那小猪是后下面是什么？The smallest one。 那它在里面，它是最小的。这下面这个？不一定哎，不一定，我不知道，他们有时候叠叠在几月看不出来。哦，the basking 它会跑上来的哈。它不会跑上来，它有时候四肢都在上面，有时候它就留在水里面。嗯，应该可以了，所以水如果肮脏会有臭味，我就跟他换。一个礼拜换几次？大概一个礼拜看的话，看清晰。如果脏就换两次，不然就是一次。因为有时候它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味道，我就没有什么换。因为我不是这样喂一次，我一次是拿出来这个味的，所以它吃东西不会留在里面。哦，所以啊，我分开的，对。哦，so clean啊。嗯。以前没有问题的哦。 曾经有过眼睛问题啦，不过因为我买药，刚查了就全部 OK， 到那个是一年多前的事了，但是挺小只的。你有 ultraviolet light 是吗？啊，有。哦，你有了。多久啊？一天放开多久？开几个钟头了。。早上有时候4、5个钟头有。Very weak 啊，没有力，你看。他现在没有力， 这几天比较。 Amputate the penis.